participation of the community. We are excited as hell. It's when we get together with the people that actually, you know, live and breathe these worlds that we build. We couldn't do anything that we do without the support of our players. It's a way for us to thank the community for all of their support and passion. With BlizzCon, we wanted to make it about what really mattered. And what really matters is the players, and what really matters is the game. In this world, 胜利需要谋略, 博弈, 才能超越炉石传说黄金挑战赛中日对抗一致对决谁将代表中国捍卫炉石荣耀 9月1日 国内预选报名开启 10月25日 中日对抗总决赛中国战团等你加入 163.com 精彩，欢迎大家收看由 New TV 为您带来的 NEL 炉石传说战队联赛。本次 NEL 炉石传说战队联赛是由网易游戏主办，战旗 TV 作为全年度首席直播赞助商提供全程高清直播支持。另外还要感谢17173、178游戏网、太平洋游戏网、多玩、凤凰网以及游戏云助手等12家合作媒体的大力支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地之环小英。那经过了昨天我们激烈的对抗之后呢，战旗 TV 与威记战队是力压对手，成为了冠军战队的候选人。今天将会有哪些精彩的比赛呈现？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比赛的赛程。第一场比赛是来自于 YM 战队和斗鱼战队之间的对决，而随后的压轴大戏将会在战旗 TV 与威记战队中上演。那么现在我们事不宜迟，就有请我们 YM 战队的选手登场，欢迎他们，欢迎董仲华土、薇恩、销魂登场。Hello， 请三位、四位帅哥站在我的右手边好吗？好，对，看到
驼爷站在我身边，真的觉得，不会啊，我觉得我很期待，对，我最期待是站在你身边，这样可以显瘦是吗？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斗鱼战队登场，欢迎他们分别是小圆、不二、李糖糖。哎，今天爱玉绿美眉没有来吗？她今天应该是有事，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让她上。啊，你们，好吧，这样吧，既然昨天小圆你是作为首发这样一个队员出场，那今天你们队伍的出场顺序还是你作为首发吗？或者是有什么调整呢？不，我作为罪人只能放到最后一个去打酱油了。我相信你今天也会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发挥。那你们今天队伍出场的顺序是怎么样的？今天应该是不二打头阵，然后李糖糖居中，然后我就在后面打个酱油。你是作为体重最重的，也是压轴登场是吗？好的，我相信经过昨天的比赛之后，你应该比我们在场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更加明白知己知彼、了解对手的重要性了。你看昨天对手都知道你在网吧不务正业打别的游戏去了，那在昨天晚上经过休整和调整之后，有没有去了解一下你们的对手？大师那边我们都是老熟人了，研究了半天，他们肯定也要针对我们，我们干脆就以不变应万变，到时候他们自己会乱了阵脚。好吧，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 YM 战队，今天呢，你们将会谁作为打头阵的登场？今天我会作为先锋首发。对，第二个将会是维恩，他第二个上，最后是那个叫酱油的，被那个小圆打的那个酱油，就是驼爷。哦，驼爷作为奶爸，一定要最后奶一口是吗？驼爷叫酱油。我们出场顺序呢跟他们不太一样，他们是从轻到重，我们这边是从透到轻，所以说话就是也是要非常针锋相对一个策略嘛，就是啊，我们希望能够体重来碾压对手。原来昨天晚上的时间都去用来了解对手的体重了是吧？啊，其实这个也是非常直观可以看出来。那今天你作为我们的首发登场，有没有压力？有没有什么想对对手说的？其实王博二跟我一直都是很熟的了，就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很早就在一起，所以说没什么压力吧。我觉得王博二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选手，如果我输了，我将会不会感到意外。好的，那之前呢，我也是在台下的时候了解到，你说有很多女粉丝找驼爷签名，那你有没有迎来很多女粉丝索要签名的这样的要求呢？好像没有过吧，只有驼爷有女粉丝要，我还照了相，刚才准备回去发给驼嫂看一下这样子。啊，所以呢，我在这里也是提醒在座的我们女玩家，赶紧来向我们现在的明星队员索要签名啊，事不宜迟。那我相信，看在我两边队伍的队员他们的表情都是非常的轻松，相信你们已经是蓄势待发。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有请你们进入对战房进行一下准备工作好吗？然后，余下的队员请在我们的台下去稍事休息。好的，接下来我们把现场交给我们的直播间。嗨，大家好，马上进行的是我们 NEL 线下赛总决赛三四名的比赛了，然后是由 YM 战队对阵斗鱼 TV 战队。大家好，我是烧帮主，那今天依然是我跟奈洛搭档为大家带来解说。第一场比赛呢是争夺季军，对，季军呢和第四名的奖金呢也是有不同的，是的啊，相差的话每个人也好几十块，好几百块呢，好几十，不说，哎，我算数学不好，好几百块呢啊，你是个卧底对吧？是，其实这个。名次对于现在他们来说，应该说是一个荣誉了。对，就是钱不太重要了，对吧？因为四万和八万跟他们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对，对，我们冠军是八万奖金，亚军是四万奖金，季军好像是一万。季军是两万，两万是吧？第四名是八千，八千啊，那还差挺多的啊。那我数学更不好了，少两个零了。好，不说那么多，先看一下这边是第一位的，
YM 战队的第一位选手，也是来自于我们董大师。嗯，是、啊、对这个有一个可以看出来，昨天没有出场的选手，今天好像都首发了。对对对，这也是不能让他们坐冷板凳，对吧？嗯、不能白来一次。然后昨天没有上场的那个两名选手，今天变成了二发，也得了上场。就是昨天没有在赛程上没有体现的两个选手，变成了二发。这也是这个战队里面为了让所有的选手都有一个对吧表现表现。你看一下博二的个人战绩是6-3，胜率67%，职擅长职业是术士3-0，本局选择职业是战士、德鲁伊和猎人。嗯嗯，刚才大师哪三个职业你看清楚了？哎，大师忘了。这个先看他大师比较全能。对，大师的话，反正我没看啊，但是他以前好像用术士。战士比较多是吧？对、嗯，好像是术士、战士、德鲁伊比较多，不知道今天会不会选择他擅长的职业。这样的话，我们看到大师出场，在之前我也问啊，我说、嗯、大师怎么看？觉得有几成胜算？嗯，今天作为今天的揭幕战，对，大师表示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虽然口头上比较谦虚，但是我也能从他表现表情上看出来，对吧？大师从来不虚，对，从来不虚，体重在这放着呢。是的。好、啊，这也是我们的博二，博二是很早就出名的一位，炉石选手吧，算是。他比较成名之战好像是一次中韩的，对中韩，对中韩对抗赛当中用一个术士，用一个爆线术，对，对啊，主要是用的是蓝龙加灵魂火，好像是吧？对，啊，确实挺狠的，那个、是啊，当时那个算是比较有创意的一种，大王术或者巨人术的一种，变种。对，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就是说这么套路算是相对固定的，对，巨人术，然后那个时候可能算是一种黑科技吧，嗯，打败了韩国人，然后也是一举成名。对，大师呢是长期在国内有着不错的成绩，也是、嗯、啊，从那个炉石啊最开始的时候到现在吧，得了不少的冠军或者说是一些四强的成绩。对，嗯，同时也是卡牌圈的老手了，可以说是。对，就是从双方的重量来看，你觉得谁能获胜？重量来看，这还用看吗？这还用看吗？你觉得是重的一方获胜的概率大，还是轻的一方获胜的概率？一般来说，轻的获胜。嗯，更轻巧一些，打起来更得心应手一些，根本不累，你知道吗？应该这么好操作的一款游戏。如果咱们是拿派的玩，嗯，好，然后。这边比赛已经开始了，嗯，我们看一下这边首发的是，哎呦，小蜘蛛也要换掉吗？德鲁伊对阵什么呢？是德鲁伊吗？对，是德鲁伊。德鲁伊对阵法师，对阵法师啊、嗯。小蜘蛛还是留下了，对，法力。其实紫罗兰好像也可以留啊，不过其实也可以留。我觉得德鲁伊不管是什么德，手里有个知识武术都挺开心的，是啊，因为过牌比较强力，而且战场也不错。一飞对面法力龙，嗯。哎，硬币直接蜘蛛还不错。对，一会儿给蜘蛛加上直接吃这条法力龙、嗯。这时候二飞要飞刀吗？应该是飞刀，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如果上飞 刀的话，飞刀属于即使没有印记这种东西，它也是要被干掉的。对，不过也上。这牌看起来法师是偏强血一点。嗯，这个目前看啊，这个带飞刀的法师应该还是一个。不是最快速的，对，因为飞刀它这种东西并不是说是一种快攻节奏的需要的。其实你如果最快的话还不如带这个阿美尼狂战士，对对对，这个飞刀的话可能是一个随从法，然后带着寒冰剑冰枪呢，也说明它可能会是手牌不太缺的一个，是，不过它不会有太多的打牌，对，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快中快速的节奏。这边准备先吃法力芙蓉，吃一个片，对，这个不吃白不吃，毕竟手里还3-3，就算你飞刀加火冲也不太可能把我直接清掉，对，先吃龙，但是这边也只能一发寒冰剑了。嗯，不过寒冰剑之后又没有费用打掉那个小蜘蛛、嗯、还是会被换掉，但是如果直接送飞刀的话很不理想。对，考虑一下，估计还是要寒冰剑，但是我就在想大师的这个法师这个寒冰剑和冰枪有多大作用，现在还不得而知吧。一般来说带冰枪的就是用来强血 的，但是打这么一波他用掉一个以后只能等抓另外一个，要不然冰枪就很伤，直接咆哮解。好，我两个小蜘蛛都不给你，对，这是一个卡你费用，同时我有战场，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他手里合理的有两个咆哮，他不太缺咆哮，现在是的，嗯，也他如果面对他一个比较快的东西，我两个小蜘蛛还是效果很好的。对，这要是没飞中可就尴尬了。
他一摇头，哇，一摇头就是飞脸了。那一个横扫，直接交掉，掉根本不吝啬，继续上场。其实这套牌对于德鲁伊来说，打到现在的话，赢面其实就已经很大了。对，对面没有法师，对法师没有什么威胁，在这个场面上，我冲法师反制，嗯，反制一下，也要吓唬你一下。你上怪的话，你可别上苦痛师僧，嗯，上苦痛师僧我就开始抽牌了。但是不上苦痛师僧，又不可能送对手一个紫罗兰，麦田不太好。这三张其实都很，不过不二应该能看出来，对手这种法师应该不会带镜像，嗯。应该是不会带镜像的，看看吧。他先试一下，不是蒸发，也不是冰甲，上一个苦痛，上苦痛，对，万一被镜像了，其实特别难过。对，因为他也解不掉，对手至少是两张牌。嗯，看了一下，那边法师的血反而比德鲁伊还要少，手里握着两张火球，十二点伤害，德鲁伊有23点血，也就是说还要打11点输出。而且德鲁伊现在手里有个知识古树，对，你想斩杀我很难的，对。嗯，这边怎么办？徐法师到手了，这套牌德鲁伊居然带了一个苦痛士僧，是吧？嗯，其实你如果配个贴片的话，可能让苦痛士僧收益更高，他可能是这样一个思路。但是其实德鲁伊的普通士僧效果不如说就是现在常带的比如法师或者是战士这样的。对对，他毕竟可搭配自己的技能太少。嗯，好，继续战场。这边上一个回合火球直接打脸了，不要聊天啊不要聊天，是我们比赛的时候会尽量避免聊天的。对，打掉法师手里始终是没有随从，这样的话你光靠法术，其实你要是光靠这些法术输出一个术士还可以，但是输出一个德鲁伊是不太现实的。对对对，德鲁伊本身自己英雄技能就有加护甲的能力，嗯，这个地方肯定不会上马云了，上马云自己火虫点掉这确实挺难过的，我觉得。那对手这个普通师僧如果抽到牌真的不爽，不过也只能是他手里哎，有徐老师，但是他就假装是这个复制，对，假装是复制，只能。但是我觉得这么打还是亏大了呀，宁愿给两个学法师是吗？嗯，如果是复制，因为他半天没有杀过对手的随从，对吧？但是也可能想是，他应该大概猜到对手是一张冰箱，或者是一张反制。他认为对手是冰箱，对，因为复制的话，对于这种很快的牌来说太拖节奏了。对，而且其实复制两个马云真的还不错，是，对，这个也是稳定的至少4点的伤害，对，就相当于打了一发冰箭和火冲。嗯，还剩下三费，他想怎么办，上一个麦田，他怕就是恋风暴，恋风暴也可以接受，其实哦，他居然上这个，啊，真的是不怕烈焰风暴，他想下个咆哮，嗯，他想咆哮打冰箱，但是其实能被反制掉，是，实际上是一张反制，一般来说我们都会默认这张牌，就是从德鲁伊的视角来看，对，成员法师嘛，应该是冰箱，对，顶一张冰箱是很正常的。这样的话火冲过掉打脸了，台面上没有一血的随从，好，先用野性之力，先野性之力，那这样的话咆哮应该已经能打死，已经杀死了，能打死，对对，先野性之力就好了。那会不会先野性之力，其实要不要试一下，无论怎么想野性之力都是对的，因为隐之力解干净场也更容易一些。完了，完了，咆哮了，完了，先咆哮，被反制。这样的话只能清场。不过罗塞布也不错，罗塞布也不错，其实，嗯，16血，三张牌确实也打不了16血。嗯，怎么都是很稳的这个局面，其实。这个伤害够不够？不够，不够的话只能解场。打掉，真打脸。他怕给对手掏出一个冰箱吗？啊，还是卖一下，抽一下，对手应该是一个冰箱了。哦，镜像还真有镜像，真的有啊！这个奥秘带的什么都带，什么都带，两张冰箱，可能就是各带一张吧。这个反制和镜像的话，可能各带一张。但是他们已经用过一个了。理论来讲应该是输了，对，理论来讲应该输了，因为对手至少会打出你的冰箱吧，下一轮是。如果这个时候其实如果写剧本的话，嗯，手里握着徐老师打自己了自尽，打得不错，好，
第一个职业是法师，这是德鲁伊。那董大师是选择了一个特别英雄的死法。对，董大师，你没看这个衣服上是穿了一个这个骷髅头啊、骷髅头你记得在哪部电影里见过吗？就是这个比较有象征意义的骷髅头啊。嗯，硬汉电影是敢死队里有吗？对啊，在敢死队你看史泰龙什么这种硬汉啊，就都是那个有一骷髅头的大戒指，衣服什么都有这种。对，然后董大师这个只不过比较萌啊，董大师就不够硬汉了。对对，就是还没到那种阶段。是，就董大师的岁数达到他们那岁数，就变成硬汉了，差不多了。嗯，别看现在现在里面没有董大师，现在还是。我想黑大师可以吗？可以啊，现在还是淤泥喷射的，淤泥喷射的，这以后就会变成，塔斯丁哥这种硬汉，塔斯丁哥这种，怎么也得是战争古树啊，战争古树啊，哎、可以的，可以。这边掏出了一个牧师，这牌如果说能够再配合个严术士哈，烧一下，然后群体加个血，一口气抓个三四张牌，很爽的吧？很爽的，嗯。有人受伤了，不过这道牌他可能想。有岩石，有环，有奥金尼的话，应对这种东西会就会好很多。对，而且我们看到一会儿会有一个小软加贴片的，就紫软加贴片的combo，还是不错的。这你要不要？有个盾，这肯定要抽一手。抽一手，你可以抽两个。你可以抽两个，想不想抽？嗯，他应该是果然还是抽了两个。嗯，硬币，然后先拿下两张牌。对。可能他是想先抓一个奥金尼的话能比较踏实，对对对，有环的话比较好清这种这个铺场的德鲁伊。他看到了对手的牌的对大概的构成或者说一个思路吧，先吃一个再说，你记一个不进走了。这一个吃掉以后大师还是比较难受的，还可以，下一个你吃不掉，因为手里有一个盾。对，应该是，其实他过了两张牌北京牧师，在这个牧师的局面下是已经不算亏了，但是如果被他一个蜘蛛吃俩就很难受了。嗯，所以他应该还会保一下，我觉得。这上这个三三四的话效果很差。想一想，上三三四，这个北军又送了，还是很伤的。对，还是这是治疗之环吗？别还，别还呀、还是什么意思？还可能是想，可能是随便点点的。吓唬对手，然后我有三种解法，三种解法。你虚不虚？对吧？我有三种解法，你虚不虚？对一下过一张。如果对手想解掉他的话，需要卖脸，或者是其实对手可以上小软，加上那个加一加一，对，挺好的，挺好。嗯，这局的德鲁伊节奏也很不错啊。嗯，而且保住自己的蜘蛛了。是他前期的这个，别点歪了，别了这点歪了。不过不二应该还是没有问题，局面上来看呢还是不二有个四公怪挺爽的。我看有些人喜欢用这个英文的就是英文的语言嘛结果经常就因为看不懂英文点歪了。哦，就是我明白了，就是没有就其实是习惯性，因为有的抉择是反的，比如说你经常常用的在左边和经常常用在右边的卡不一样，就是可能看着没这么熟悉。对，知识古树和那个因为德鲁伊这种抉择太多了，知识古树啊和老陆的反的其实就是常用的。就这样的话就属于玩脱了啊。一个三六的话其实杂二吗？什么沉默也一样，沉默打也是一样的，沉默打也是一样，跟杂二是一样。等一下，这个沉默可以不交啊？对，其实可以不交啊，还是交了。交了，那就应该会用四一。这个好像意义不太大，我觉得。可是不解的话，牧师至少吃两张。这样的话，如果对手有奥金尼环，你全清的，很容易输啊。对，因为自己手牌很少。对，他没有，并且手里没有补牌能力的。我上一回我可能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上一个苦痛。你说他会不会剑圣环呢？剑圣环不太好，这个环一定要等到奥金尼。对，应该他是有两套，我感觉这套牌这么带的话，带两个剑圣，带两个奥金尼，带两个环。对，但是要么先上一董大师挺一挺也是可以的。董大师上一董大师可以的，金色的。金色的。这个一般人可没有金色的，这个专属卡牌一出，一定必须得是合成金色。现在去要有一张咆哮就爽了，身份的象征。这样的话这么换好亏，他是想留的多点儿。
不过这个局面你如果接着泼，这还是在干嘛做法？我觉得自然之力解也可以的。自然之力解要，因为他现在场面这么好，其实不一定要靠，是靠这个自然之力解也蛮咆哮。对，因为自然之力解也还不错，也还不错，就是看上去好像自然之力不能打爆发了，但你比起这么来送掉这么多的话，也是比较难过。刚才是五个随从嘛，现在上了一个，而且两个，而且两个都变成残血，对吧？嗯，这样的话，他上一个三五，至少对手如果有神圣吸星的话，三五还能活。但是他手里没法术，这是他自己知道的。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会忍一手，就是下一手神圣吸星加那个严术师，加严术师，对对对，应该会忍一手。最有效率的奥尼尼加环迟迟不来，那这样的话，这个和上个女王其实算是还不错，毕竟对手随从多。嗯，就而且用过一张沉默，对吧？你是解我还是不解我？你不解我，这个操作空间我就很大。因为对手七费的时候，他即使现在咆哮的话，也不能怎么样。对，二十四血比较的健康。果然，一个女王，嗯，女王这个牌在这个版本当中还是挺厉害。哇，这神抽一张，哇，好像还真来了，抢血了。那这样的话就不管了，你女王能拉就拉，拉不了拉倒了。但是这一波下一轮对手是带这个严术师的三点是这个伤害啊，是的，这其实能清干净的，无论你怎么扑都可以清干净。看看他要怎么办，这个苦痛什么的上不上？哎，你这咆哮，你别现在咆哮，吓唬对手，吓唬一下，吓唬对手，摸一摸，摸一摸，这个像平时我们打那个实体卡的，对，不管能不能出，完全用手摸一摸，对，感觉很不错，嗯。今天园长可是来了的啊、哦！我可没说啊啊！好，苦冬世僧加上那个全扑，然后全清，能够清干净。嗯，但是这样的话会让苦冬摸两张牌。对，摸就摸吧，看看他怎么处理。女王先去撞，我觉得一张两张还是挺重要的。但是对手是八费，自己下轮十六血，其实没什么问题。嗯，战场有两个，一个这个女王加一个严术师，对，还不错。神圣行星严术师，对，考虑一下，好像也只能忍痛让这苦痛过两张了，否则的话你解不掉紫罗兰，紫罗兰还是要解，对，紫罗兰还是要解，你总不能用女王来撞这个苦痛。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给他抽两张牌，德鲁伊也不是很好打，因为牧师现在血量还可以。是的，嗯，抽就抽吧。严术师神圣行星，严术师，嗯，行星。不到十六血，女王三血，看一下抽什么？罗塞布还不错，但是今天得有女王在场，也是没什么实际的作用。哎，横扫，横扫能清干净，这个有点、两张咆哮，横扫肯定要清了。横扫，挠一下他会不会扫脸？拼一下，扫脸，扫脸，然后扫脸压到十二血，但是一个神圣之火的话就 GG 了。拼一下吗？只能拼一下，对不对？对，拼一下。但是说一个神圣之火确实就教做人了，因为现在有的人是不带神圣之火的嘛。对，有可能值得拼，因为我觉得如果对手有神圣之火，你现在扫女王扫脸，言外之意就告诉你我有一套，我有了，对，我有这一套了。但是现在如果另外一方面，如果对手真的有很强的回血能力的话，嗯，你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解了，他还是稳。其实你扫女王的话，也。不会提高你的胜率，对，好，果然扫脸，嗯，就看对手有没有逃跑。哎，哇，强行的要抢，这还强行给你打到十，这么解女王是，我还以为他要压到十，后来一下也不对啊，十的话神圣之火回到十五，然后再奶一口，有神圣之火他是怎么都没招，对，就是补你没神圣之火。董大师能不能抓到一个董大师？哎呦，董大师没有办法抓到董大师，那只能神圣星星再加奶一口，对，加奶一口才能活，对，才能活。他肯定明确对手是有一套在手，因为对手打出了一张咆哮了，嗯，就说明你手里肯定还是有一套，没什么想的了，强行奶十六。那这手上了罗塞布还是很难受啊，还好，还好是九费灭掉，还行，再加过去，哎，知识树那就不上罗塞布了，知识树不错，知识树考虑一下，罗塞布能压，但是肯定也是高费灭。肯定是买到高飞灭，高飞灭下一哦，这一回合先咬一口，下一回合再上知识树最好。对，这样的话让你打出一个，你如果要解这个五五，对于牧师来说只有八飞的灭，八飞的灭，然后
你还就得交，对，你必须要交，你不交就要死。还能抽什么炎药师的话没什么用，没用，对，只能交灭掉，然后灭掉差一知识古书再挠再战场，但是这一手的话对还是要被灭，对手是灭加上奶自己，嗯，哎，这个 buff， 哎，不过他没能深抽，他没能深抽激活，嗯，那这样的话，万一他下一轮抽到激活，就是知识古树抽到激活呢，对吧？也有可能，对，强抽吧。这是干嘛？你告诉我啊、没有，他是给做假动作，嗯，对他应该是做假动作，晃动是吗？对，抽两张，抽两张牌，激活，他肯定这么念。好，丛林守护者，丛林守护者又是一个树人，还可以吧？还算可 以，因为树人加上那个眼之力也是个不错的打法。对，至少你还有树人能先打一套，对对对，他看出来对手应该是手里没有这么嘲讽的。对手打出了一张董大师，这第二张还没到手，这手还是要加灭，灭掉。哎呀，神圣之火！神圣之火这张牌确实是牧师保命神技啊。这样的话，应该直接神圣之火吸掉，然后占个随从吧，然后上个炎药师再给自己奶一口，占个随从。我觉得他现在应该会每回合都用英雄技能抬自己的血线，对，保住自己。对他不会在现在打一个三费的人，上个炎药师。嗯。这样的话二十一血不二有点难受了，是董大师现在就急需抓到第二个董大师、嗯、抓到第二个就稳很多，对，因为德鲁伊如果想解的话只有沉默。不过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德鲁伊来说也不算是劣势，两颗知识树也在手，慢慢过呗，是吧？是，但是耗的话总归是牧师会有点优势。嗯，他现在如果用丛林守护者点的话，他可能怕对面有没有这个秘将艾尼基斯来给他领走。他老摸左右那两张，我觉得董大师看也看出来那两张是自然之力加野蛮方向。董大师大家也都知道，他是一个之前是打德州的老手。嗯，这种选手属于观察力特别的强，经验也很丰富。对，因为他现在能看到对方的面部表情吗？面部表情是看不到，他能看，他会去花心思观察你的动作，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时候是抢血吗？抢到七血的话，抢到七血，对手他是手握着十点伤害，嗯，不止，对，是十点，是十点，三个三嘛，加一个脸是十点伤害，十点伤害。这样的话你再加不上来，哎呀，哦、呦，这样的话好像是走了，好像是走了啊，这个没办法了，就是死活抓不到董大师。可以，这个不二的算计还是不错的，对，还是很敢拼的。嗯，就是没嘲讽，那就没办法了。嗯，好，那这样的话，第二个职业也是被带走。博尔是先依托德鲁伊一套铺场的咆哮德，拿到了这盘的赛点。是的，嗯，拿到了一个2-0。然后接下来对手董大师这边还剩一个战士，还剩下一个战士。对，其实牧师一直不缺手牌。嗯，德鲁伊的过牌也是来的特别好。对他的。其实第一张知识树来的算是最关键的了，对，就是起手有个知识树的话是会比较舒服，然后他的两套树人咆哮也已经早早都抓到，其实我觉得对于德鲁伊来说是手艺很不错的，是，这也是为什么要带两套的原因，是，就是我最起码抓一套不费劲，对，这个很多时候我们看这是一个土豪战，土豪战斩杀肯定不会留，嗯，盾牌猛击好像也没什么猛的，这套牌好像真的没什么猛的，除了紫罗兰之外他看不到什么。你见到利爪德鲁伊了吗？猛击的希望没，还没见到。对啊，他会不会连利爪都没带？有可能这套超声德没有带利爪，可能，但是他五费的话会放什么呢？除了洛塞布之外他好像又觉得五费没什么人了，就好像就是铺场强，嗯，但是过牌又不是很强，对，哎，这是两张知识树，这是写好的吗？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激活会留到五费吧，会的，嗯，会会留到五费，先上一个这些小家伙，对对对，然后三费也有的上，四费到时候再随便抓个蜘蛛什么的。嗯，现在没人带顺皮染，这玩意儿是上的真的安心。哎，这张牌，你从它的性价比来分析，你觉得它和这种像战士的职业卡14，嗯，谁更高一些？因为战士的职业卡是存在它的护甲和盾猛的这种配合嘛，对，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血量。但是那个需要更多搭配，是，是，但是你说这个相当于我们如果从数据上来看等于二杠四，
对吧？对，数据上看它里面有一个比较有意思，它在于它这个复制的原理是这个，我说它的 buff 是要复制过去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大部分德鲁伊把它当做一个平常的牌打，是的，就是直接铺场，对对，很少说能搭配的。嗯，除非你说你在六费的时候搭个阿古斯啊，或者说是这个四费的时候搭个隐形剂，而且我看不二这套牌可能只带一个隐形剂吧，是的，对，所以它的。他不指望着这个配合，对，不指望他去配合，但是光两个一杠二战场也挺烦人的。嗯，严酷监工直接吃一个，抽两张牌，还能清掉一个场，还不错。吃一个，嗯，这样的话三张牌，一共三张，回本了。哇，这个战士拿到小斧子，绝对是这个局面下最好的一张牌。这样的话，他会上一个紫罗兰，再上一个紫罗兰的话，你咬不掉这个苦痛了。还是再上一个小软泥啊，就是小号董大师。董小师，董小师，可以。青年董大师，青年大师以后还会跟咱们做朋友吗？大师听不见哈。大师对听不见，隔音的隔音的。青年董大师和接下来会上一个卡 single， 或者说是，小斧子砍，小斧子太亏了吧，不太对劲，小斧子太亏了。上一个塔 single， 卡 single 的话，其实还不错，好像只能这么干。对，而且但是小斧子砍，我还能上一注甲师，哦，还是上了，那就上注甲师吧，那就上注甲师。但是这么砍太亏了，先降场攻嘛，对，先降场攻，太亏了这个，哦，猛击了。诶，猛料，他觉得他抽三张牌不用再过牌了，他怕他不指望这猛击过牌了。野性之力也来了，这个野性之力好像不太好，这应该激活跳古术，先上知识，对，激活跳知识古术，这个会有肯定的啊。然后因为下一回你可能会打出紫罗兰加野性印记来度过你的六费回合，同时还能升个崽儿。我觉得知识古术这张牌设计的就是这个抉择还比较好，就是在于你要么抽两张牌呢，就可以直接抽了，叫加血你得选目标，对，英文版的玩家是不会点错了，英文对，但是德鲁伊和战争古树就容易点错了，那就直接炸拔根，对，拔根了。我估计我打50盘德鲁伊都不一定拔一回根，真的，什么情况下会拔根呢？就是，因为拔根无血太容易解了，对，真的。挺容易解的，不过以前打天机的那个时候，黑骑士就黑骑士的横行，然后咱们会经常遇到一些这盘的对手，就是上盘你遇到过的，对，你知道他有黑骑士，你知道这小子有一黑骑士，我就气急败坏就拔根，这样的话用知识古术解完了以后，其实野性剂加一下也不错，给那个二一，他可能不太想铺太多，因为如果你这个回合打出两个随从的话，会面临着如果乱斗。会死可能会丧失优势，能扫了。不过看来他这道牌还是带利爪的，是。只不过刚才我们两盘都没见到而已，利爪就多数用来应该是冲锋，我觉得。对，这样的话他倒是也不急。对，我先占两个吧，你要解我呢也费点劲。十六血，我们看到其实理论上来讲，战士十六血在这个局面下是很危险的。哎呦，两把死亡之药，但是他不敢砍啊。对，你这个时候砍的话会容易死啊，而且如果你还上董大师的话呢，也是会被轻松解掉。是，这个知识古树从目前手牌来看，他如果不让嘲讽，知识古树要踹脸两次。对，而且对手还有知识古树，想过咆哮很容易，很容易。对，虽然说手里还没有。对，牌库里现在大概有十几张，十五五六张吧，一个卡丁的十六张左右吧。应该差不多。这样的话，一个注甲师上来，其实这个防御力不算太强，我觉得可以野性之力冲锋掉，挺好。冲锋野性之力，或者呢？冲锋野性之力的话，那个注甲师怎么解？拿谁解？解是肯定要解的，对，拿一个行解，拿古树解就太亏了。因为古树有六股，要么。把贴片给小麦田，然后知识树过墙、比较好，利爪冲锋，对对，这样还不错。是，或者裸占个紫罗兰也还行。紫罗兰，因为你现在抢那点血也不急，我看他会怎么选啊。
主要是可以冲锋可以打掉护甲，这点还是的。对，但是全是连血比较低，你看他不他在想，那你这个时候不好再上左蓝了，左蓝血高啊，左蓝血高，但是你如果早早贴片的话，能多一个小东西来强行逼对面，如果可能有多蓝豆，应该不要逼出那个小东西吧，因为就是想让他怕脸黑，对吧？怕脸黑，脸黑，脸黑的话剩个一杠一，真的心都碎了。但是其实这个局面对于战士来说，即使有一个蓝豆。对，也很难，主要是咱们看到德鲁伊是有过牌的，如果他手里没有这张知识树，这回合是不会这么打的。对，他会稳一点，沉默这样的话，沉默掉，然后隐形之力加一加一，再直接打死，给打死了。啊，邓大师有点惨，对，这样的话一穿三了。嗯，第一局就这么快，邓大师输一半儿，这样的话先是。斗鱼拿到一分，对，斗鱼拿到一分，我们要恭喜不二。同时呢，这个，说说这场比赛当中，其实我觉得失误没有什么，失误是没有，没有什么说就是说很明显的失误。啊，你可以看到董大师一脸无奈的表情。对，这样的话，其实这道牌，这三局，斗鲁伊倒是从来没卡过手，对，这个是咱们德鲁伊手牌属于是中规中矩，比较的舒服。嗯，对，比较舒服。其实像第二局牧师的时候，董大师他的这个牌上的上牌的这个质量和随从的还有法术都是不错的。对，只是因为对手的这个血线他不好计算。其实从第二局中期来看，德鲁伊在一阵情况下是处于一个劣势的，对，这个劣势是取决于场面上虽然没劣势，但是他往下打的话是一个很不好的发展方向。然后就是说他必须要通过打伤害强脸，对，来让牧师根本没办法有机会缓过来。然后他也的确做到了，因为手牌两套树人两套跑药抓的都比较早，可以说在前半副牌就把这四张比较关键的伤害牌抓到手，是对于德鲁伊第二局取胜的一个关键。而且好像第一局他没有暴露野心之力，是啊，但是以董大师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有紫罗兰，会知道的，对对，紫罗兰的话应该是能够判断出会有野心之力，是一套这种超声德，是，超声德在比赛里其实并不是常见，带紫罗兰的超声德，对，这道牌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对，可能最近的应用这套牌的也不算少，也不算少，对，就是。紫罗兰算是好久没见，对，紫罗兰没见，但是带小软的这种就是这个铺场的比较常见。是的，那也是我们这边可以把现场交给我们的美女主持人，让她来采访一下双方的选手。好的，欢迎回到现场。现在呢，两个战队的选手都已经站在我的身边。首先还是要恭喜不二，代表我们的斗鱼战队率先拿下一分，也是非常漂亮的德鲁伊一穿三。然后我们的董大师虽然说这场比赛是没有获得胜利，不过也没关系，我看你笑得还是很开心啊。那有没有想对你之后要出场的队友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要对他在台上说出来呢？我觉得其实这个比赛就是让一对二的嘛，所以我先是作为下等马派出来让他们一轮，之后下一轮我们再对吧，让后面的选手拿下比赛，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是应该我们赢的。下一轮是陀爷吗？下一轮是挖你维恩，对，是维恩是吗？好的，那你也是给维恩送上了最好的祝福，给你后面的队友加油打气，毕竟还有两个轻量级的男人站在你身后，对吧？那接下来不二呢，你接下来是哪位队友替？我们队是李堂堂啊，李堂堂，那我们也是期待李堂堂接下来精彩的表现。那么接下来又是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最喜欢的派送礼品的时间了，那还是请我们的董大师先稍事休息一下。跟我没关系了，不要说这么尴尬的话题。好了，那现在也麻烦一下我们现场的摄像大师，用我们的摇臂把我们的摄像机对准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然后一会儿有请我们的不二，然后喊一声停，我们的现场的摄像大师呢就会停止摄像机的运动，然后我们就会根据大屏幕上的投影来决定哪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获得暴雪嘉年华虚拟门票价值188元哦。所以说大家赶紧拿出你们的热情，我们会看到谁的欢呼声最大就把摄像机停在谁的面前。好了，接下来我把这个主动权交给你，你来为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选出这样一个最终的归属者。好的，现在大家请挥动起你们的双手，我们数十声就让摄像机停下来好吗？十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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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好的，我们看到了这位帅哥。好的，接下来我们帅气的工作人员会把虚拟门票送到你手上。好的，恭喜你。好的，那我们也是期待下面精彩的比赛，请不二先下去稍事休息，谢谢。